自己拿一个配合要翻译。首先还是欢迎大家来到最后一天的 KubeCon Open Source Summit AI Dev China。然后希望大家在这里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享受接下来的内容，然后包括今天的 Keynote 和接下来的一些 session。希望大家在香港的这边有很多收获，见到了这么多开源的一些贡献者、维护者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开源的力量，然后能够更 open mind 的、更开放心态的去跟大家聊天，然后能够去参与更多其他的社区，或者是去了解其他的社区，然后去就是更怎么说，保持一种同理心，然后能够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保持这种开源的心态，然后不仅仅是从自己的角度，也能从更多的社区的角度，从其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然后大家能够接下来的会议。